在易经的64个卦中，有63个的卦象里的爻辞都是有吉有凶的，只有一个牵卦，所有的爻辞都是吉没有凶。所以按照牵卦去做，不仅可以趋吉避凶，而且可以超越吉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么牵卦是一个什么样的卦，又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什么重要的启示呢？牵卦下面是山，上面是地，叫做地山牵。山明明在地上，怎么山会躲到地底下去？我们现代人要了解这个太容易了。你看一座山，你高高在上，对不对？推土机一来，开山机一来，把你整个铲平了。现在一座山躲到地里面去，你开十步推土机来，你都推不到。牵卦第一爻，它的密码是两个字，叫做牵牵。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谦谦君子，谦谦君子。什么叫谦谦？你说谦谦就是谦了又谦，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告诉你谦有两个层次，上面是坤，下面是艮，一个是坤谦，一个是艮谦。你能够做到艮谦就已经不得了了，哪一天你进入了坤谦，那你就是圣贤。你看下面那个山还有个东西限制住，人还时时刻刻找限制自己约束自己，就是表示你功夫不够。哪一天什么限制都没有，但是我还是不会违反，那就叫坤谦。一辈子能够做到艮谦已经了不起了，进入坤谦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还有那个境界在。那孔子就进入坤谦了，他是从心所欲，但是会不逾矩，他没有说要梗要约束自己，没有，他不需要，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永远不会违反规矩，那个叫坤谦。第二爻就是明谦。明谦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谦虚，然后工作又做得很好，就开始有人赞美你，不但勤劳，而且有责任感，再加上有能力，又加上做人很谦虚，那就开始要把你害死了。你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啊，我这个年轻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哈哈，你长官要对我另眼看待啊，为什么人家升迁慢我也升迁慢，你应该特殊提拔才对啊，你就完了。你要记住，这是你应该的本分，不需要人家给你激励的。如果你是为了激励而这样做，你的心就不正了，就是有贪图了。人家一定会赞美你，但是那是害你的，你不要受到这个影响。受欲而没有什么表示，这个人修养难得。你看凡是得到讲究啊，不得了了，那就表示你这辈子只能拿这个小奖了，大奖你就受不了了，小奖就已经快发空了，那大奖不是赶紧搞死掉了。在上面那个艮的顶端，就是山的顶端，叫做什么？叫做劳谦。劳谦就是我有贡献，我呢有这么好的跟人家不一样的表现，我还是谦，这个人了不起。没有贡献而谦，那个是不值得我们去表扬的。有了很大的功劳还说哪里来的，托天之福，托天之福。中国人讲谢天谢地，其实是牵挂，不是虚伪。你看你说老天帮忙，没有人会不高兴，你说这是我努力的成果，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讲这是我个人的，
创建，我自己呀、奋发有为。但是你讲这些话，其实没有人喜欢听的。然后就进入坤圈，坤圈就第四爻开始。第四爻是挥圈，挥就是发挥的意思。你要对上一圈，对下一圈，老讲对上圈比较容易，对下圈比较难，比较难。嗯，一个主管老是要在自己的部署面前表示你有能干，其实这个人是没有太大的作为的，就是因为你比他能干，你才会当主管嘛，要不然你凭什么当主管？当主管能够礼贤下士，能够爱护年轻人，能够多多给他指导，能够把表现的机会让给他，这个人了不起，就是发挥谦的美德，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发挥谦的美德。到了六五爻，那就表示整个的组织他是头，他要怎么样？要负谦，要恢复这个谦的风气，不能自己来败坏。你看，当到总经理就开始讲本公司怎么样子，我五年以后要怎么样子，你整个牵挂都破坏掉了，统统破坏掉了。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做，到了上面又开始是明签。你看，同样两个明签，它位置不一样，解释不一样。一个人到了最上的时候，你要记住，如果五是老大的话，上就是大佬，上就是大佬。一个人好不容易有了声望，人家帮你当大佬，你就要记住，只要谁不谦虚，你可以骂他，你就可以骂他这么不谦虚，人家给你面子，你还以为你真的能干，只有你才合适做这讲这种话。老大不能随便得罪人，那大佬就要去动手啊，就要去修理那些不谦虚的人，你要帮助这个老大把这个谦虚的风气能够把它维持住。孔子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易经整理出来，把易经从占卜的书把它提高到成为哲理的书，但他的哲理是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实践的。也许因为易经离我们太遥远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使凝聚着中国古老智慧的易经在我们心里已经模糊不清。今天当中华民族终于强大起来之后，当中国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我们是否应该正本清源，回归原点，重新来认知一下易经的价值和作用呢？我们是否应该传承并善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呢？其实啊，易经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在用的，只不过我们会把它忘记了，因为它毕竟离开我们那么久了，再加上很多人一直告诉你易经很难哦，你是学不懂的，把你吓唬住了。而当你去翻的时候，你会感觉里面有很多文字你真的不认识，已经死掉了嘛，那是文字，是死文字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才会把它重新呢、用现代的语言，用当代的观念，我们来看这些对我们影响非常深的原点，那真的是原点。但是就凭我们这么短短的时间，想把易经这一部广大精微通通讲完，不可能，时间很有限。你真的要把一个卦参透啊，要好几个小时，管是乾卦就够你